你一会儿对玲玲热情一点，人家可是一直念叨你的。等吃的差不多了，你带她出去转转。你听到没有？喂，程昱他妈去世了！停车！停车！程昱洲，你给我站住！ 爸，你明知道这样做没有用啊，改变不了任何事情。有什么事会比我们家里的事更重要吗？今天你这顿饭必须给我吃完，快上车。对不起，程昱洲。 喂，周瑜吗？抱歉，家里才办完事情，我们在外面说吧。还好吗？我都听说了。 家里邻居梅姐还有李老师都过来帮忙了，还好。对不起，我来的太晚了，确实是因为家里有事，但是我后来跟你打了很多电话，一直忙音，所以今天一有空我就赶紧过来。没想到，你不用解释，我明白，都过去了，没事的。 这样会让我心疼的。我们走走吧。你收到通知书了吗？昨天就收到了，你应该也快了。你最近这么累，等你到了合川，我先带你去玄武湖逛一逛，看看风景，放松放松。程昱洲。 我没有报考河大，志愿里也没有河川的学校。什么意思？我不去河川了。那你报了哪里？其实，一点也没什么。我一有空，就回来看你。 反正我也跑习惯了嘛。你明明知道我是什么意思，我们就这样吧。是我前两天没主动去找你吗？不是这样的，周瑜，我真的很想，但是我有苦衷，我现在没有办法告诉你，但是我保证，我以后真的会告诉你，真的。 不是因为这些，那是因为什么？你不相信我？你和玉州的人生从出生开始就不一样，这一点我想你也很清楚。不是因为我不相信你，是没必要。我们从一开始就不一样。 你是来自河川市，我连茂溪这个小县城都没有出去过。这里只是你人生中的一个站点，你早晚会离开这里的。这里只是我的起点，也是我的终点。我是注定去不了河川，但你是程昱洲。 你想去的任何地方，你都应该去。我是周瑜，我去不了。那么这段时间算什么？嗯？算什么？
以后我们不要再联系了。我。不，终于。远离夏季南飞的鹰群，执着飞行只为温暖一句，不懂前进沙总会痊愈，关于适应时间问题而已。当某些曾经的未延续，各种可能潜藏于心底，有种距离超远的关系，还未想到却不再熟悉，是否你也有同样心情。昨日过去，明天的人还会不会是你？如果说世界那不完美的成因是未来人生与感知的清醒，成功和义无法分离，谁是你，谁是真，谁独立，谁曾经无论浮生中几两颗堕落这沉寂，我相信回到最开始的问题，如果人生的重要时刻可以按下暂停键的话，那么你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？所爱隔山海，山海亦可平。又或者你终会和别人谈笑风生，却再没说起我的故事。这有人了，是那个叫程玉洲的是吧？不用等了，一时半会儿来不了，我兄弟正在招呼他呢。你没再冒机会让我好找啊？找我？是里面的饭没吃够，还想再吃几年？我能混成现在这样，还真多亏你了。咱们不得好好叙叙旧？嗯。躲什么？过来，借点银子。闯哥，你想说什么？没别的意思，你小弟起来跟我了，你这个当大哥的还得学学。果然是你。扶我干什么？上啊！我还纳闷呢，原来是找你的，让我给碰上了。没事了。程哥，松开！你俩给我等着，给我记住了，七年的仇
我早晚抱回来。走，走。王闯把你逼回来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林兰，阿宇那人多看着点。远离夏季南飞的眼睛，执着飞行，只为温暖延续。头痛前进，伤总会痊愈。关于适应时间问题而已。当某些曾经的未延续，各种可能潜藏于心底，有种距离超远远关系。还未想你却不再熟悉，是否你也有同样心情？昨日过境，明天的人还会不会是你？如果说时间